最想和家人去什么地方旅行？最想带的就是回老家。王宝强离婚，妻子马蓉出轨，经纪人可谓是近期娱乐圈话题度最高的新闻了。不过在网络上，有网友一度拿王宝强儿女来说事，称王宝强的儿女可能都非其亲生，但这终归只是谣言罢了。在这种事情面前，千万不要去伤害孩子。当年马蓉和王宝强走在一起，有媒体这样形容马蓉，称她是高校校花，而马蓉也经常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，出现在公众场合。不过日前有网友上传了一组马蓉很早前在机场的素颜照，从画面来看，马蓉其实很路人，在人群中也很难出彩出众。从时间推断，此画面应该是马蓉刚生孩子不久。有网友也感慨，马蓉的素颜似乎跟她女儿还蛮相似的。我和你共同虚度光阴，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，